Hello，小袁，晚上好。早上好啊。稍等我一下，早上洗完脸呢，脸特别干，然后我一般会用一点这个雅诗顿抗氧精华喷雾。哇，你用了这么多，灭火啊？特别舒服，而且喷雾特别的细。对，一会儿呢，我准备在上妆之前再喷一次，这样妆面会更服帖。那我们不多说了，出发吧。应该这一点点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晒得不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皮肤还是有一点泛红。用雅诗顿抗氧精华喷雾之后呢，就会感觉很舒服，凉凉的。没有了曝晒之后皮肤的那种刺痛感，几乎瞬间像喝饱水一样，不用洗。接下来就要准备去健身了，Go！压力到了邓超元的手上。重了一点点，调高一点弧度，好球！回家吧，圆儿，明天还要早起，别练得太猛了。漂亮！那个，我的那个。今天打了一天的篮球了，虽然身体很放松，但是感觉皮肤压力还蛮大的。这个时候就该用一下随时随地抗氧化的喷雾。来来来，小袁，这个在我这儿你没拿啊。晚上洗完脸再喷一喷，啊，晒一天，皮肤肯定不舒服吧？对，差点给忘了，怎么行吧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哥，别